你敢会记得今仔日是啥物好日子？答应要送予你的礼物，今仔日一定会送到位。今嘛，我正式宣布两位结为夫妻。飞燕在马来西亚的会出问题啊，今嘛全媒体拢在报，啊，同时间那缓和台湾签好的会嘛，做会出代志啊。今晚8点至10点，连播2集，台视加油美玲。